算是一个非常轻松软料的洋装。好，那再来，我觉得它最好看的其实就是在它这个小花边，还有这个小花边，然后它有点小花苞的感觉哦。这件是 SML 都可以穿，它的手袖就是小短袖之外，这边很心机的，它有抓几条皱褶，有点小公主的感觉。再来，它是做这种 V 领，里面你只要有穿一个就小可爱或是平口都可以。这个扣子是假的哦，它只是做一个造型，让整件立体一些。好，那可以看到，来我转身，这个屁股啊，真的完全松的。哇，这一件呢，它是走舒适的洋装，它不是让你那种很合紧的，它整个是走舒适的。好，所以它是宽松的。那最可爱，我刚刚讲的就是下摆，所以你可以搭平底鞋、高跟鞋，或是你要上班都很好看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搭平底鞋，我161公分，基本上里面不需要再穿任何的安全裤了。它帮你做了胸以下都是腿，有没有看到这条线？好，胸以下都是腿，所以不论你是小个高个都非常好的比例给大家。那怎么好穿脱？它这边侧边有一条拉链可以拉开，超级方便。然后呢，这边其实有个抽绳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自己是拉到这样，如果你不喜欢那么抽的话，你就绑平的就好了，它就是一件平的洋装。好，所以看每个人的喜好。